Hello， 我是 Kelly。 我们今天会去逛三个超市，那其中一家就是大华九九了。它是一个华人超市，有比较多的亚洲品类和食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逛超市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活动？这是九九的一片拉面区，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拉面。我个人比较推荐这一款山东拉面，特别注意它是细条的，煮出来口感非常滑嫩。那宽条的我也有买过，比较不推荐，因为它要煮很久。有更多的拉面、泡面货架，比如说韩国的辛拉面等等。我们最后就是挑了一款重庆小面，也没有吃过这个牌子，只不过它看它的包装还 OK。 还有类似于拌面、biang biang面之类的。大家有什么喜欢吃的拉面牌子、泡面也可以推荐给我，可以在留言那里告诉我。还有一些螺蛳粉、酸辣粉这种比较有特色的面食。那走完这个货架，接下来就到了它的冰鲜区，它有放一些韩国辣酱在外面，用来做拌饭也是很不错，还有一些水饺。那这就是它的肉类，有鸡肉、猪肉、牛羊都有。比较特别的是它可以买到猪脑啊、等内脏类的东西，还有它的鱼丸，种类也是很多，应该是和国内没有太大区别。肉类都是称好重、打包好放在这里卖的。我们最后挑了一款带有骨头的牛肉，想要用来做萝卜汤，冬天很适合喝这种暖暖的暖胃的汤，记得多放一些姜片进去，可以提升整体的风味。继续走就到了九九的一个海鲜区，我觉得这算是九九超市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因为它的鱼类都是这样子放在冰上面铺开来，让你看得到每条鱼的状况，感觉比较新鲜。在众多鱼中，我们最后看中了一条粉红色鱼鳞的鱼，我也忘记了这个鱼叫什么名字。当你挑好鱼之后，你就可以让师傅按照一到六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鱼，这是我觉得九九最棒的地方，而且处理鱼是不用额外收费的。还有一些冰鲜类的鱼，我很惊喜看到黄鳝丝，因为我的家乡就会用黄鳝来做黄鳝煲仔饭，非常香脆，很好吃。还有一些小黄鱼，小时候经常吃，这种鱼很甜。还有它做好的剁椒鱼头，你只要按照它的步骤回家就很简单可以吃上了。一些甜点和流沙包，相比于奶黄包，我个人更喜欢流沙包的口感。然后更多的冰柜，更多的速食冷冻食品，还有一些酒类，我从来没有在九九买过酒。一些曲奇饼啊、蛋卷、零食。这边是蔬菜区和水果区，像柚子啊这种通常只会出现在美国的华人超市，还有这种带有福字的苹果，平平安安。蔬菜的话，它有芥菜、奶白菜、菠菜、菜花等等。老外的超市比较不会出现这种菜，卖的最贵的是大豆苗，要差不多8块钱一包。豆芽菜就是比较便宜。你在九九还可以看到这种复古的秤，它不会给你直接价钱，只是让你知道一下哦，你大概买的那个菠萝或者瓜大概要多少钱。我们最后还买了一些零食，这个零食是我小时候会常常吃的，很适合看电视电影的时候来一点点。挑完零食之后，我们就去结账了。
九九每一次结账的时候都会送你一些一块钱两块钱的几张或到几十张的优惠券，你可以马上用。我们用这些优惠券去买了一些面包，可以用来做早餐。结账的时候还送了威化饼，是芝麻口味的，可能是快要过年或者他在搞什么促销活动，所以给我们的。然后我男朋友把结好账的面包带回来，还送我多了一份威化饼。我们现在有两份芝麻口味的威化饼。好，我们的购物买菜之旅就结束啦。另一个要逛的是 Target， 我们大概每一到两周就会来一次，因为它是真的非常方便，卖的东西非常多，像衣服、鞋子、装饰品或者一些护肤品、洗衣液等日常消耗品，或者药品啊、厨具，它都有卖。它也有卖一些简单的体育用品啊、电子产品等等。相比于沃尔玛，这里走起来更加干净宽敞，走起来的感觉更舒服。我们今天是要来买一个 PS5 的游戏碟，可以看到它的货柜基本上是空了，很多都缺货了。它也有卖其他游戏机，像 Xbox 啊这种。一个 Mario 的背影，它有卖电视机、音响等等。我们今天本来是要买这款绿色的游戏 Call Duty， 可是它缺货了。战神 God of War 还在卖，因为它是新出的一款游戏，那其他一些旧的游戏都没有再卖了。其实 Switch 的游戏在 Target 也有卖。好，我们叫人帮我们拿出来。拿到啦， God of War。现在要去结账，看一下这边 gift card， 这边因为圣诞缺货的一些 gift card 还没有补回来，只剩下一两百块面额比较大的 gift card 还在。在这边送礼品卡当做礼物的现象还蛮普遍的。最后是一个叫 KP 的 International Market， 它其实更像是一个韩国超市，因为它里面韩国的商品和食材占了很大一部分。和九九一样，它也是卖各种各样的亚洲食物。好，我们推车进去，首先看到的是蔬菜和水果。它这里的菜都是打包好一盒一盒这样子卖的。韩国 radish， 韩国泡菜萝卜。好，买传统的萝卜吧，这是传统白萝卜。对，很新鲜哦，拿个袋子。对，装吧。他不会开袋子。再放一些新鲜菜进去。你知道为什么要戴手套放着？拿一个，挑一个，挑一个白白胖胖，这好像白白胖胖。来，快点，厚吧。最重要是嫩，不要有那个渣。这个够嫩吗？你看它，你觉得它会有渣吗？香菜嘛，这样比较那个牛肉不会那么重的味道，或者姜也可以啊，是吧？你家有姜也可以，多样。多少钱一把呢？这个香菜，看一下，哇，要1块钱一把哦。好，那你拿吧，拿一把新鲜的。开始喷水了。这个太小了吧？它是 one pound 还是 one branch 啊？你这个 branch 很小哎、欸。是啊。我觉得这个 branch 很小，这个 branch 不是比较大吗？
你看这 brush 不是比较，你看。啊，我放回去了，没有吃。It's fine。这也是 OK 吧 ？Why not？ 这一把。这个很明显啊。那这一把吧，这一把好像比较多。来，这一把好像很多的样子。这个比较久，这个最新的。可是人家在放那个东西。你快点 catch one， 那一个，这可以，这看起来很多。OK， 亚里，你的后院。那现在我只要看这虫也不多。快去。好，那你敲一，捆。是种金鱼吧，是那口我也不知道是中文怎么说，可是这种是它腌制过的鲜鲜的，上次好像煎得太咸了，是你吗？有一次有一种鱼非常臭，你们就是那个很臭不行，那个受不了。你可以买这个多少钱？对，它是13.99。那有什么不一样呢？这种也是。哦，这是小包哦，这5.49，这就比较多片在里面。OK， 这可以吃多一几天几天，然后各种鱼类。像这些都是有盐，用盐全部的泡菜冰箱。你还记得上次买的哪个牌子吗？林。不是这个吧？我记得是上次是个叔叔啊，是这个阿姨。是这个阿姨 ？No， 上次买的是一个叔叔。是我在吃的。好，那你买吧。要不要吃这种叶子比较多的？不是要买泡菜吗？那，那就挑一个吧。黄色和绿色什么区别啊？哦，这是全部的，这是整一颗的泡菜，就是一整颗白菜腌制，然后这些是切好的。这一桶怎么样？这一桶，就是这一桶吧，其实没差啦。这个冰箱有腌好的牛肉、高比、布谷鸡这些肉，还有各式各样的韩国小菜。个人很喜欢吃 fish cake， 鱼饼。还有做好的一些新鲜的泡菜小河粉，如果你吃不完就可以买这种小河。各种酒精、酒类、酒都是酒。没有 sell 了，都是我在 sell 饼干。什么饼干？看起来不好吃。对，看起来很甜。 Pocky 有在 sell， 他在 sell 的东西都是快要过那个日期。三包。哦，这是 99 cents 哦。哇，这些是因为它马上就要快要过期，所以它就 sell， 可以吧？还有各种，这边没有，这边是那个韩国酒 ，soju。这是栗子，我有吃过这一种。对，好吃。鲨鱼酒类，很多酒类，然后这种就是各种零食，然后付钱吧。对，这也是food court。
这个鸡皮是闪着光的，有希望，很厉害哦。